火锅吗？哎，涮羊肉吗？好像哎。我涮羊肉。哇！是吗？耶！不会吧！哈哈哈！哈哈！火锅！啊！我天哪！哇，好扯啊！啊，我的口水都流。超棒的！我干嘛？ 各种酱，我还有各种，我的天，眼泪要流出来了。哎，孩子们，来了，帮你们讲解吧。好，给你们讲解一个女生在搬。来了，每个屋放两个吗？对。啊，好幸福，好，这是节目，这是我们的奖励吗？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东西。我这一秒觉得爱上你们了都。那这样，他们男的在这儿，我们两个女生住这吧。好。啊，好好啊，里面。 我了个，这里面都是什么呀？你们那被褥和睡袋有了吗？都齐了，都齐了，是吧？有点幸福的不知所措。OK 了，去吧，去吧。哇，这个也太赞了吧！非洲的最后一站，看哇，节目组给我们准备铜火锅、涮羊肉，哇，好厉害！这里打开什么？肉哇！ 这边有冰块，有冰块，有冰块。哎，那边有玻璃杯了，有玻璃杯。啊，卫生纸他们都准备了，都有。水，你看他们多贴心给我们那么多水。哇，还有腐乳，太夸张了啊！好多青菜哎，啊，我要哭了。我觉得今天这个食物出现后，突然让我很想家。那我觉得这几十天下来，我觉得大家都累了，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晚餐。怎么了？ 布丁哥，你怎么了？有点感动，有点想哭。快来，快来坐下。这锅可以了。哦。哎，大家是不是应该先举杯一下？哎，各位来吧。对，悠悠说的对。Cheers！Cheers！Cheers！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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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